制资料图，搜狐娱乐趣。7月9日，李志在社交平台晒出长文，公布经纪人与挖机机瓦桑关于歌曲侵权沟通的最新内容，责任承担部分，腾讯视频、挖机机瓦、腾讯音乐集团作为明日之子节目的出品方，均应承担侵权责任，节目侵权将由腾讯牵头解决。挖机机瓦作为演唱会主办方，对演唱会侵权承担主要责任，赔付拆分部分。李志对于明日之子两项侵权提出的300万赔款诉求，将拆分成两部分，节目部分为100万，扶腾讯出面解决，演唱会部分为200万。挖机机瓦内部需进一步讨论，但承诺三日之内给出明确答复。李志公布维权最新进展。2017年明日之子全国巡演中，冠军毛不易唱了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，被李志指责侵权。在录音中，明日之子方表示，17年洛阳巡演不止侵权李志一位音乐人，但除李志以外，其余所有音乐人的授权协议都已拿到。而关于2017年毛不易侵权后一直未处理授权协议的原因，明日之子版权负责人表示，因李志方曾说不是钱的问题。李志在社交媒体发长文。7月3日，歌手李志在社交平台发文，就明日之子第二季未经授权翻唱本人歌曲进行指责，并提出索赔300万，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7月6日，李志在社交平台放出与明日之子方关于侵权一事的录音视频，视频中李志经纪人在明日之子版权负责人口中得知，巡演承办责任方共有3家，分别为挖机机挖、易尚春以及洛阳巡演落地承办商。此次版权沟通的负责人为易尚春方工作人员。